痛点。名字要看到学生的名字，哎，分开，哎，男生大方一点，要微笑，没有拍照，有人要帮你们加油，叫得这么大声，对不对？好，新生力龙棒，知道吗？啊，一、二、三，新生力龙棒，有人在吗？加油，好大声！那个鱼啊，只会抓山猪给你们吃啊。